主料：豆腐皮100克，辅料：香油、盐、香菜、味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香菜洗净，切断，豆腐皮用清水洗洗，切丝，加盐、味精、香油搅拌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五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